社长，你的汉服不见了。什么？本社长来了。嗯，这不是我的汉服吗？这是我早就买了的呀，你再找找，不然我替你上场吧。社长，这个比赛主办方指定要穿这套汉服。就他了，快把舞鞋也带上吧。看你怎么挑。 Surprise， 今天礼物，谢谢，好漂亮的鞋。小心，请你喝可乐，祝你比赛顺利。谢谢。看他还怎么去参加比赛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应该是食物有问题。小心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小美，你看我的脸是人见人爱脸，新年身体健康，运势爆棚哦！比赛要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；台上人唱着，心碎离别歌。社长厉害。社长有个学姐她，我知道了。主管，我要去参加汉服社纳新，能不能请一天假？你一个穷学生还说什么弘扬汉服是你的梦想，梦想能当饭吃吗？那你还来做什么兼职？祸事那么多，还不赶紧给我十万呢。不要欺人太甚，小心。看你这穷酸样，姐姐烧一口水喝吧，别噎着了。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宿管阿姨来了。以后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勇敢一点。学姐，你的浴巾真舒服。这是最生活国民浴巾，因为跟汉服社有着一样的情况，已经成为汉服社指定品牌了。密封包装，即拆即用，快速吸水，柔软亲肤。谢谢学姐。学姐，你有梦想吗？我想加入汉服社，弘扬汉服文化。不要欺人太甚。还想不想干了？就你这破店，我们还不想来了呢。我现在成为汉服社社长了，以后我们一起掌管汉服社，汉服社的商演费用到时候也可以补贴你的生活费了。老板，小鹿不干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再招一个外卖员？不用了，这个店也就是我爸让我开始玩玩的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先关了吧。爸，我的梦想是只有能赚钱的才谈得上梦想。跟我走。喂，社长，有个女生她什么？本社长来了。这什么口红呀？借我涂涂。也不怎么样嘛，还给你。万年。小美，你这口红哪买的？真好看。好看吧？这可是限量版，就算有一样的，也都是假货。社长。你怎么穿的跟小新一模一样来参加毕业答辩？这件衣服我买很久，故意学我和我买一样的吧？你是专业模仿达人秀300年吗？还是东施效颦上瘾？谁模仿你了？有本事你定是独一无二的呀！下一个，好美丽，老师好，写的不错，能跳一下第一章节吗？老师。是好美丽盗取我的论文，现在模仿不来了吧？克隆人，哼。